去，那个坏女人居然背着我磕了这么多金，还想让我帮她代播一段时间。嘿嘿嘿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第一次用别人的钱来抽奖，想想就不刺激。哦，对了，本仙女呢就是那个坏女人好多好多年的朋友，这次抽奖的事情你们可不能告诉她，咱们就悄悄的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，就是啊，每次军需快结束的时候，极品装备的暴率就特别高。所以啊，我这个不是坑那个坏女人，我这是在帮她，帮她抓住冰雪女王的尾巴，一发入魂。意料之中，意料之中，不慌不慌，咱们还有两次试连抽的机会呢，开抽。三级包好像似乎感觉还行吧，刚好凑齐了背包系列，也不算特别亏，还有一个十连抽，走起。这回触发了两次，装备应该不会太差。我他妈心态崩了呀。不怕不怕，还有一发。拦着我，我现在就想死一回。算了算了，生米已成熟饭。不过俗话说，职场失意，情场得意，在冰雪女王这边跌倒，就要在花仙子那边爬起。可是想想就觉得很有道理啊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车。这次谁也别拦着我，抽奖有风险，充值